家好，今次又去观塘骆驼七。到骆驼七大厦第三座，上去四楼一间食店，就是呢间食店。门口黑板写了他们的招牌菜，他们的餐单只得一张，这碟是葱油鸡饭50元，鸡件肉质的滑，有很多葱粒加上酱油够炸香，捞饭好吃，白饭够软熟，有胡麻酱青瓜丝做拌菜好吃。这碗是花椒鸡浓汤米线，69元，奶白色的鸡汤味道比较淡，花椒就比较薄身，都够软滑，米线是比较幼身和偏腍，有腐竹木耳杞子做配料，鸡件就分开碟上，鸡胸肉都够腍够滑。这碗是胡椒猪肚鸡米粉，59元，鸡肉放在汤面都够滑，猪肚都够腍，米粉是够爽，汤底又多了少少胡椒的香辣味，其他配料都是一样的，不再多讲。这碗是葱油猪颈肉饭，50元，猪颈肉够腍够滑，有少少肥肉，又是有很多葱粒加上酱油捞饭吃，好吃。这碗是云吞仿包片浓汤米线，59元，云吞够大只，外皮够滑，里面有猪肉和虾肉都够爽滑，仿包片有少少咸鲜味都够爽。这碗叫吊利印小锅，65元，都够大碗，好多配料，有鸡肉、云吞、豆泡，还有冬菇、韭菜、酸菜，麻辣汤底不会太辣，米线挂满了麻辣汤汁，好味。在这里吃饭加7元就有饮品。总结这间食店的食物质素和味道都不错，价钱合理。这间食店平日的中午吃饭时间成日都满座的，他们假期休息。喜欢这个频道的影片就请我订阅和按钟仔，不用钱的，下次有新片推出就即刻收到通知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